树木可以美化环境，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。望住茂盛的树木，人都醒神啲。但随着天气变化，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，树木会病、会老，甚至会离开我们，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。小心啊！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，请打去1823，在恶劣天气期间通知后。树木附近咪逗留。